想你的世界和你眼神都相同，当你心中的彩虹穿行在巅峰，而我就在你身边，心也随着你跳动。这两天忙着赶稿，都忘了还有私庆这回事儿。哎，要不然我就穿便服吧。那怎么行啊？或者套两个南瓜也行。有了。哎，不要这个，来试一下。你看，这不是一条裙子就有了吗？哇塞，心仪你好厉害啊。没有，我就是一些小爱好。我给你量个尺寸。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我给你找点装饰吧，你等一下。这个吧。心仪啊，虽然这些卡通蜘蛛很可爱，但是缝在衣服上会不会有点诡异啊？不会啊，我奶奶说它叫喜绸，可以预兆吉祥，外国人也觉得它可以带来好运的。哦，说是找到蜘蛛结网的起点，就可以永远幸运了。这样啊，心仪你涉猎好广啊。没有，我就是平时喜欢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书。角度上来分析，你侧脸从额头到下巴的弧度非常完美，肩颈线条很长，突出了嘴唇的饱满，又衬托了下巴。不错不错，非常好看。你看，真的吗？哎呦，你自信一点，特别的好看啊。其实，从小到大，我就喜欢默默待在人群里。最好大家都别发现我。不过我看你们一个个都这么努力，这么有目标，我也想改变一下。想改变好啊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一会儿你就这么做。活动办得真越来越花里胡哨了呀！聊什么呢，我的两位精英？哎，
睁不惯着你了，知道吗？心仪，你这个是什么？魅影，居然魅影！哇，我这身衣服可是心仪帮我造的，好看吧？你看这个指甲，他弄的。哎呀呀呀呀呀！省瞎了，省瞎了！心仪还会做美甲呀、啊？太厉害了吧！心仪，那你下次要给我做啊？好。哎，心仪，这里。进来，进来。哎呀，今天这好看呀、啊，金大板。哇，你这一身。这个妆从头到脚都美翻了，我今天不要跟你合照了。哦，确定你不跟我拍？那就和我合影吧，宝贝儿们。啊，任总，哎哎，好久不见。那个，这是我们项目一部的岳千林，我们的恋爱经纪人，很多画都是他画的，非常的有才。哦。啊，这位呢是我们集团外包特效公司的任总任天意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妹子啊。真漂亮！你好。哎呀，这没想到人不但长得漂亮，还是个才女啊！谢谢。来合个影，宝贝儿们，谁给我们合？哎，尹军，尹军，来来来，怎么样？来来来，你叫组长啊你！把他抓紧，什么组什么长？来来来，宝贝儿来，哎，三二一，茄子！哎，茄子！看一下，帅吗？相当帅啊！就这张宝贝儿，好，我也发一个朋友圈啊。黄杰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看一看。哎好，哎好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不再聊会儿啊。任总，加个微信啊。我的审美水平绝对没问题的。你我手机没电了。啊？海到船长。你要记住右边侧脸的招，发挥你最大的魅力，蒋俊男绝对会被你留住。心仪，这好像是我的酒哎，我口渴，我再帮你加一瓶。不用了，我们继续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撞哪儿了？没事吧？哎，慢点，快点，你没事吧？陈心怡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？哦，现在年轻人玩的都好花哦。哎，继续玩你们的，玩你们的。干嘛呢？在喝。喝多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千百不醉。如果我现在去，他肯定就知道了。是江城酒哦。我回个消息啊。喂，照片那个男的什么来头？哦，你说任天意啊？他是外包公司特效的负责人，据说人品不咋地，看来是把岳千林当目标了。什么意思？他老婆之前是他公司的实习生，现在怀孕在家待产的。据说他老婆娘家有家底，任天意婚后就是个妻管严，他连女同事的电话都不敢乱接。是吗？这么热闹的节日，他老婆一个人在家肯定很无聊。哦，哈哈，
懂了，顾总想的真周到啊，我这就去办。我去个厕所去。哎，很扫兴。没事吧？谁扫兴？千灵喝太多了，就是，他刚才一直在说，一直在说。哎，小心点。幸会啊，两位妹子。等一下啊，哎，妹子，你喝多了。坐坐坐，任总啊，不用不用，我领你去，去喝点热水，身体能舒服点。不用不用，不是，我就出来透透。你那边就是帐篷，然后我领你去透透气，然后你身体能舒服一点。走走走走走，真的不用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就是想出来。你听我的，我这老喝多没问题，就那边走。哎，不是，啊，小心灵。打我你啊！任天意，不是，干嘛呢？不是，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干嘛呢你？不是，没看见有人打架吗？报警啊！报什么警啊？你这么大点事儿，你打我，我没说报警，你说报警，你不是。在寻。怎么喝这么多呀？对本次调解没问题的话，就签名盖章吧。你的家务事就带回去处理。哎，是，谢谢金发公子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我还是要教育你两句。你说你老婆怀着孕在家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怎么做人家老公的？不是，那个警察同志教育的对，我下次不犯了啊。谢谢。你们好吧，那个好，和解完你们可以走了。好，辛苦。谢谢啊！以后别喝那么多酒了。你不是回家了吗？怎么突然又过来？结束的早，想着来参加一下活动。你根本就是知道我喝醉了过来解围的吧？校草，我好想靠近遥远的世界，去拥抱那个梦落下的瞬间。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，我有机会吗？我不喜欢你，我不喜欢你，我不喜欢你。平行世界里面的疑问是都有彼此，带着秘密闯入我的心海。叶千灵，你先听我说。放开我！打吧，打完了，能不能换一个跟你说话的机会？
我走。不要说话，我现在不想说话，也不想听你说话。其实我也是毕业那天才知道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怕你不理我。我现在更不想。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九一少女的梦是将军南，九一少男的梦是他的小号。那他也，我们不要再说话了。还有。说，蒋俊南跟小麦是我的室友，骆驼是我从小的邻居，所以他们袁天灵，我警告你别跟着我。对不起，那你打算怎么处置我呀？还理我不？等这个世界上只有女人没有男人的时候。还有保守点的方案吗？那就只有男人没有女人。其实，我之前跟你坦白过，其实我是校草。我知道啊，东宁大学校草顾旭，你不要再跟我炫耀你的优越感了。不是我说的校草。今后在公司呢，我们就是正常同事，但是私下呢，不要再有任何交。袁千灵，我402顾寻，我。Thank you.
干嘛？看你拉黑我没？哼！对不起。我错了，喂，打视频干嘛呀？不是大哥，你干嘛呢？给你发这么多信息，怎么没反应呢？啊，没看见。哎，你脖子怎么了？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哦，那个被人打了。哎呀，终于呀、啊！终于有人为民除害了啊！哎，该不会是他知道了？哎呀，那小麻花下手还不够狠呢！我说你废话这么多呀！你这个大坏蛋！你个大坏蛋！帮你。给你吧，吃了会食物中毒吧。黄色比较好吃。又吃。大家辛苦了，买了一些零食，大家分一下。谢谢顾总。谢谢顾总。香菜口味。这个留给千灵了。哎，你不是喜欢吃这个草莓？好，这个给我。这个。哎，那个，左脸杀之后，蒋俊南对你有没有一些不一样？你还说呢？我一直贯彻你说的左脸杀，结果今天他突然来找我。他要约你出去啊？他问我这几天是不是落枕了。啊，别难过，别难过，来吃吃吃。嗯。明天早上要交部门周报，请所有人现在单独私信发我。像我这种来学习的也要发吗？对啊，说了所有人嘛。顾总私信我，让我叫你快点发。
奇怪，他怎么不自己找你啊？收到。嗯，这苦味好好吃啊，香派味的，怪不得你在哪里买的？你这么喜欢吃这个？嗯，这是顾总为了犒劳我们买的。嗯，嗯，怎么了？去哪儿啊？走。啊？过期了。吃香菜的辣椒精，梅涵，这边的构图还要再修改一下，还有这边再看一下。好的。千灵，等会儿下班一块去趟书店。好啊，一起去吧。千灵，我找了一个女飞侠的角色，我觉得这个形象特别好，她很飒，就很适合灵芝，对吧？但是她有点没什么脑子，有点蠢。这个我觉得你才没脑子呢，灵芝很聪明的，好吗？小飞侠是吧？一会儿去图书馆看一下。你要觉得这个形象不行，还有一个，一人之下里面那个冯宝宝，我觉得他挺有个性的。就是我来晚了，他有一种小狗他，怎么说呢？那个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这话都说，来，来，布丁，听话哦，听话，这儿呢。布丁，布丁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哎，你的脸怎么回事？啊，不是，你那个发的照片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是你发的那个照片。哦，你说他嘴是吧？啊，刚才不知道谁给他喂了火龙果，你看他吃了一嘴，是不是布丁？看着吃了，哪儿都是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啊，布丁，看我，谁给你喂的火龙果啊？啊，咬他！乖哦，布丁，布丁，这儿呢。不会是你喂的吧？怎么可能？哦，我刚才也是这个反应，以为他怎么样了？看吃的满嘴都是，是不是布丁啊？布丁，这么贪吃呢？不行，你先是用领导的身份骗我加回你微信，现在又用小狗骗我回来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三番两次的骗我。我想跟你道歉。不需要。我拜托你了，在公司我们就是普通同事，下班了之后我们就当对方死了，行吗？布丁，布丁，教教我啊！你平时怎么跟那些小母狗互动的啊？布丁，布丁，布丁，你说说话呀，布丁啊，布丁。明天大学校庆典，正好周末，一起回去看看吗？顾许会不会去啊？切，他去不去关我什么事啊？老娘想去就去，哼，去。学长，你这一毕业就能自己在这做三 A， 等我哪天毕业了也去你们那儿投简历啊？哎，嘴这么甜，学长肯定照顾您啊。那先谢谢学长啊。不会。学长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啊，来来，
对不起，学长，我们想先单独采访顾寻学长。哦，来，行，好。学长，请问您作为这一届的优秀校友，有没有什么想对学弟学妹们说的呀？啊，好久没有。是啊。哎，拍张照吧。可以啊，来。哎，有校友墙啊，我们看看。哎，顾寻，别说，确实挺帅的，白瞎了张这么好看的脸。哇，这是蒋俊南，怎么这么土啊？还一副没自信的样子，他是不是整容了？哼，有道理啊。嗯。哎呀，我俩咋不在上面呀？没事，我们以后发光发热。谢谢学长接受我们的采访，谢谢学长。不是，他怎么到最后也没采访？学长。喂，谢谢。我刚刚去那边看到有校友墙，已经把你们大一到大四的照片都贴上去了，要不要去看看？不去了，不去了。真不回忆一下当年？过去不值得一提。哎，对了，那边操场等会儿有个水球比赛，正好缺俩人，师哥们一起。你学长现在的身份，你觉得方便吗？我去。好嘞，哎，我去准备一下，待会儿见。想什么呢？喝口茶，打起精神。目标是什么？弄他，发挥出你大长腿的优势啊！嗯，我那大长腿靠的是你。都准备好了吗？跟进队。抱歉，稍等一下。大哥，能换个袋子吗？哎，古雪。啊，谢谢啊。保护你，把自己搞得那么狼狈。我又没让他保护你。刘千灵，我一直想和你正式道个歉。无论我出于什么原因，瞒着你就是我不对。对不起。我不奢求你能原谅我，但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。让我慢慢赎罪。
小麻花，快上线。没空。哎，有个叫太后的战队要和我们对战，问我们敢吗？这个团队的战绩和我们不相上下，怎么说？打不打？打呀，咱们怕过谁呀？小麻花，你说呢？硬来的吗？打可以，我再拉一个人进来。有些人不必参战。我，哎呀，这有点针对了吧？你们就说行不行吧？当然行，我同意。游戏不？这把确实是我的问题，我不打了，我干活去了。没事。妹子打得不错，就是团队有点菜。说谁菜呢？再来，要是怕的话就算了。兄弟们，这个太后既然阴阳你们，再来。我再找个人。没问题，我们要报仇。他能加你啊？他被人这么虐，能不打回来？我的胜率这两天跌得有点厉害，一起来一盘吧。你就当帮帮我吧。求你了，带我玩一下吧。玩归玩，不准说话。瞧不起谁呢？能不能聊两句啊？
你跟着我干嘛？我想问你什么时候把我从小黑屋里放出来。行啊，你从这里跳下去我就放你出来。一言为定。绝不食言。让你跳你就真跳，你是不是傻？怎么才能原谅我？给点思路吧。顾总，十分钟后开会，楼上见。主策划案的角色设定讨论的差不多了，还有补充的吗？在原有的打斗模式基础上，我想增加一个新的设定，叫子弹空间。当林芷或者明晨一个人面对一群人的时候，只要意念槽是满的，就可以发动这个空间。对面有三个敌人，当林芷聚焦于其中一个敌人的时候，另外两个人的时间是停滞的。林芷和被聚焦的那个人会被传送到另外一个空间，进行一v一单挑。这个模式能够展现玩家的细腻操作，只要玩家操作够好，就能不断在 1v1 和 1v1 之间切换，让玩家利用子弹空间以少胜多。这样频繁的空间和特写切换，如果用 AI 知识来保证画面帧数的稳定，会不会更好？哎，美术这一块，月千灵对灵指的武器进行了细化，它新增了一个鞭形带和盾形带。繁星也对明晨的形象精修了一版，对明晨的腰带增加了一些细节，让整个人物看起来更精致一些。完成的不错，对于之后的投票会我很有信心，大家继续加油。OK。 部门聚餐，30分钟之后楼下餐厅见。不是说部门聚餐吗？哎，咱们不就是一个部门吗？这不是顾总要犒劳一下你？你看你最近那么辛苦，总算把搞定了，我们都替你开心呢。那不至于啊，我的工作我肯定好好完成。那到底吃不吃吗？吃啊，来都来了，当然要吃。想吃什么随便点。服务员，麻烦来一打香菜，谢谢。好。这稿林芷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，我没看错人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们记不记得《EDGE》杂志里有一篇报道，关于搁浅的人物报道，他们在重要人物设计上选择和顶流演员进行商务合作，用他们的脸做成 NPC， 并且
邀请他们参与剧情。你是说林志也和明星合作？对。我不赞同。啊？靠玩营销手段卖游戏，始终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。你会因为游戏人物是明星就买游戏吗？嗯，那要看这个人是谁啊。如果和林志的频率度很高的话，那不一定。比如呢？比如。他最近是挺火的，他是世界武术锦标赛冠军，太极第六代传人，精通各种兵器。林宇。哦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中国太极拳第六代传人。嗯，对，他今年刚获得了拳、剑、刀三个项目的国际金牌，和森罗便很符合。那他太是无限制变形跟招数 combo 之间的完美结合。如果是林宇演的话，说不定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。完美，试试看吧。今天之内把资料做出来。你对林芷最熟，你来做 PPT。嗯，没问题，那我先走了。太好了，那我们走吧。那我们还没吃完呢吗？我已经发给凌宇了。我们先走了啊，千玲。拜拜。不是，您突然让我搬，我没有时间找房子，我每天都还要上班，而且押金你也不退，这太没有道理了。我没有钱租新的房子呀。你还好意思提退押金？我本来都不想说的。你柜子给我用黄了，进口沙发给我做旧了。你的那点押金都不够我清洗费的。这位太太，在合约内因为房东私人原因要提前解除合同，需要退还租客本月的租金，同时呢再拿一个月的租金作为违约金。至于你说的沙发柜子呀，那都是正常损耗，没有哪个合同会写进去的，所以违约金你必须给，不然我们法庭见。 你少下火啊，请律师都比押金贵。是呀，所以你不仅要给违约金，还要给诉讼费。哎，巧了，我有律师执照，所以新一不用给这笔钱，明天等着收律师函吧。学会了吗？哇，你好厉害啊，律师执照你都有。嗯，都是瞎编的。啊，靠近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。相遇的瞬间，又是熟悉的感觉，记得我吗？在某一天擦肩而过，然后开始想念，想一个人一天，惊讶于我的改变，多复杂的考验，简单聊聊天，在你的左边，心温暖一点。你靠近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，我心跳热烈，开始无法控制想你的一切。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梦的起点，你早已出现，每一天我当梦为你实现。嫉妒和失眠决定忘记你一些，但是想念加倍出现，想你了解我的灵感冒险。相拥人海里面，心跳很快的蔓延，心在不停沦陷，
用我的直觉，不管多遥远，你是我世界。你靠近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。我心跳热烈开始，无法控制想你的一切。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梦的起点，你早已出现。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。